28日，台湾32F cosplay 女神登卡，出席香港某网站的街头发布会，一袭桃红暴露短裙现身，大骚事业线，相当吸人眼球。登卡性感打扮引得无数宅男驻足观看，急得整条路都水泄不通，让登卡直呼香港好多人，居然现场宅男当道。登卡也相当大方的和他们合影，更自曝希望多认识一些香港男生，让现场宅男心跳不止。我觉得大家都很热情啊，我每一次来就是大家都很热情的，然后还会想要接机跟送机。真的吗？那么会考虑这个香港男生做你的男朋友了？就多认识一点，搞不好有可能。哦，就了解。